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周峰为您带来的游戏实况。咱们今天一块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这个《尼格霍格二》啊。我之前玩过它的一代，一代的画风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二代之后，这个制作人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吗？为什么这个画风变成这个鬼样子了呢？然后还可以选择这个人物的装饰啊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野蛮人，是不是就是穿的少一点啊，显得这个霸气一点啊？这个发型非常霸气哦。配上这个胡子，我的天，简直牛逼了啊！那么这是一款击剑游戏啊，我们在打的时候呢，分为这个上段剑法啊、中段剑法、下段剑法啊，然后它有一些这个高级的技巧。我之前看那个操作说明，有什么可以把敌人的用各种各样的操作把敌人的武器挑飞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功就是在什么基础最重要啊，这种这个什么各种这个花哨的这种招式啊，不是我学不会啊。是吧，不是我学不会啊，是没有必要。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啊，最简单的剑法来击败这些敌人啊，是吧？什么最重要？基础最重，尼玛，什么最重要，对吧？基础最重要啊，再加上我这个形象啊，敌人看到我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已经双腿发软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胸部有一种这个奇怪的感觉，从这个腹部啊到这个胸部到这个喉咙就往上反那个酸水啊。所以说本身我这个战斗力就非常的强，来吃我一记面目全飞脚，哈哈哈哈，是吧？本身战斗力非常强，所以我们妈了个村，怎么还有一个我家酒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哟，过关了，好快啊。来第二关，我觉得可能很快就能通选关吧，不过 AI 这种东西应该是越来越强。我操我操，哇，这家给你厉害的啊，这这这这这这还想干老子啊。我找短子绝孙剑啊，硅胶爆炸剑，来再来。哎呦呦，我先走一步了啊，断子绝孙，哎，喊错名字，喊错名字，出招不能喊错名啊，容易被这个攻法反噬，你知道吗？面，你看被反噬了吧？什么玩意儿？断子绝孙剑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哎呀呀呀，没人了。好的啊，断子，哎，你看，只要一喊错武功的名字啊，就会出事儿。我杀之出，我杀出啊！面目全飞脚，断子绝孙，哎，这不是断子，这是硅胶爆炸剑，是吧？捅在胸部那叫硅胶爆炸，捅在胸部啊那叫硅胶爆炸啊，捅在下面叫断子绝孙。这个武功招式都是有区别的啊，不能乱喊，是吗？哇，面目全飞脚，走。嗯，就我这30年没有洗过的油腻大脚啊，又油又臭，一脚踢上去直接就懵了，就懵了啊。好，第三关，哇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很快的给它通掉，你信吗？我去啊，这呀，第三关换了个新的武器，大剑，哇，从上往下一挑一个啊，一挑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跟我比香港脚是吧？啊，你跟我比香港脚是吗？我把剑捡起来，先把剑，我操，没捡起来 ，fuck， 没关系啊，香港脚，就是屌。就是屌啊！我看不见他呀，我面目全飞脚，面目全飞脚，补上一剑。你这是你逼我的，知道吗？这是你逼我的啊！一剑挑飞啊！一剑，哇，这一剑粉身碎骨，看着有点吓人啊！跑，哎，下段啊，下段一剑挑飞。他这个剑的下段攻击好像可以很容易把敌人，哎，看到没有，我躲过去了，厉害吧？哎，这就叫实力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实力？这就叫妈妈，我再也不吹牛逼啦！来四分五裂剑，哎，我面目全飞脚，这个脚法关键时候啊是起了个大作用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直接把脸部剁烂啊！面目全飞脚，一剑挑死。再来，面目全……哎呦我操，大哥姐，我错了。这姐们抄袭我发型，我真的是不能忍啊，真的是不能忍。面目全飞脚，呀、啊，面目全飞。姐，面目全飞脚，面目全飞脚，我。
面目全非脚呀，不行啊，这小伙子啊，这小妹妹不堪一击呀、啊，来吃我一招面目，我操的抄袭我的脚法，这他妈也行，死啊，我的武功他都抄袭，我操，不光是发型抄袭，你看到没有，不光是发型抄袭，一剑挑死，哎呦，你这还有一把剑，算你命大，那你也得死啊，那你也哎哎呦，我操，别解释，叫你他妈抄袭我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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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我操，这都没飞死他，呀来啊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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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干死了，来下一关，啊啊呀，怎么又是这种用大剑的家伙，你剑都掉了还嘚瑟个啥呀，是吧，还嘚瑟个啥呀，我飞我操，面目全非脚死，还有谁面目全非脚死，哎我去，他这个大剑呢，他这个大剑连的时候速度有点慢啊，还是这个细剑好啊，哎我操嘞，你不要逼我知道吗，硅胶爆炸了吧，啊硅胶爆炸了吧，来来硅胶爆炸剑，哎呦操，哇你以为我打不到你啊，啊你以为我打不到你是不是，死面目全非脚，哎碾死了吧，面目全非脚，哇补一剑，面哎呦操，面目全非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有点亏了啊，走你，哎呀哎呀，糟了，来你过来，你靠近我呀，你靠近我，我这么一剑挑死你，来，你不过来我来，你不过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，哎我靠，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啊，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啊，我对着我的发型发誓，我一定要弄死你，笑宝八蛋，面目，我操，哇，不要这个大剑，要细剑啊。面目全非脚的标准配备武器就是细剑啊，面目全非脚接万子绝孙剑啊，超好用，超好用啊！看着，啪啪啪，断子绝孙剑啊！哇、嗯、哇、哦哦，还有一二，哇，我已经过了五关了是吧？啊，再来 ，Ready Go！ 哦哦，换小刀了！哎呦，这个有意思啊！来，我觉得这个小刀不太好格挡，你知道吗？直接飞就能把人飞死。嗯，小脸，好、哦，看来不一定是能飞死的。你这把也把我逼得太往后了吧？这个，我操！没办法了啊，我觉得还是面目全飞脚更好用一点啊。而且对方的这个武器比较短的情况下，面目全飞脚还不容易被他打到，很好。走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我就说我的这个绝技面目全飞脚。那是一个非常好用的，我操，吓我一跳，我靠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哇好丑啊这个场景、啊、你来面目全飞脚，我追加一击搞定，来小子，我去你的，居然没打到啊，我叉走跟老子斗，再来下一个，哎呦我操，哎呦，面目全非脚，啊，好险，啊 ，fuck， 这样，纳尼，我都要离开这个场景了，我靠，别这样啊，那去死，啊，这样，啊，我终于过来了，哇，走，耶，下一关。Ready go！ 这又是这个小剑，我就不喜欢这个小剑，这个小剑一点儿都不好用，我跟你讲，一点儿都不，哇操，还有给我来个大剑啊！等会儿啊，出去，
就你了。哇，挑一剑挑飞，一剑分尸。再来再来来，一剑一剑挑飞，一剑分尸。下一个，一剑分尸，一剑分尸，一剑挑飞。哎我操，直接分尸了，看到没有什么叫强力啊。一剑分尸，一剑分尸，一剑一剑挑飞，一剑分尸，一剑。哎呀我操你大爷，别挨阴了，一剑分尸。哎呀我操，可以啊小伙子，好、啊、可以啊小姑娘啊，捅死。哈哈哈，哥有的是套路给你打，知道吗？面目，好，我面目全飞了啊，面目全飞脚，我面目全飞脚，我捅我捅。哎我操，你跑得好啊啊，你跑得好啊，我靠，飞掉啊，拿个大戒啊，一剑挑飞，一剑分尸，这是最爽的啊，一剑一剑挑飞，一剑。哎我操，哎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啊这啊这，我走我走我走，算死绝孙剑。哦，面目全飞脚，好，再来下一个，你下来啊，有本事你下来，哇操牛逼啊，来我操。再来一剑分尸，还有谁，一剑一剑一剑挑飞，这不是我挑飞的也行啊，分尸，好，走着耶、yeah! 再来，哇弓箭，我操，哇哇哇哇，玩呢，我靠，哇，我不擅长用剑啊，我不擅长用射的剑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还是用刺剑更加的适合我。来，我看看还有谁，面目全飞脚，哈哈哈哈，去吧，我觉得这个弓箭没有什么格挡能力，你知道吗？射，就说我不擅长用弓了，都说不擅长用弓了还给我剑，死是吧，还给我弓箭，来刺剑闯天下，我找我找我找，我觉得弓箭真的是不行啊，弓箭真的是不行，不好使，你看咱这个刺剑才是王道，知道吗？啊，刺剑才是王道。下一位，最后场景，死，就咱这面目全飞脚，哎哎呀哎呀，挺狂啊你，你挺狂啊你啊，就是去，不要你啊，面目全飞，爆，断字绝孙剑，硅胶爆炸啊，这是眼珠子穿串剑啊，哇，断子绝孙脚，不是什么断子绝孙脚，武功练久了之后啊，名字自己都搞不准了啊，哎呦，这个伏兵真的是好烦呐、啊，一定要小心自己不要掉下去，我靠呀，他居然没死啊， fuck， 没关系，我没有武器可以自杀啊，哎炸死，射一个啊，死，来来来，哎我操，看我赤手空拳，空手夺本，好了啊，那你再见，好、哦、再来断啊，面目全飞脚，面目，我射我射，好，把它丢掉啊，不要这个，换把剑啊，再来，死，断子绝孙剑，你给我 What the fuck， What the， 哎呦，在这个室内真的是不好办呐啊，没什么不好办的，来下一位，我他妈又是差一个死了啊，断断断断断套，断子绝孙，断，哇，面目全非，走，我他妈的没有拿武器，哈哈哈哈， fuck， 死吧，哎，往前能跑两步算两步啊，
位，死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你跟我玩丢剑，你搁那儿，我操，你这胆飞。fuck， 我 fuck， 啊！为什么每次都是要过了的时候啊？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！断子绝孙剑又来了。我操，怎么拿了个弓？我的 fuck！飞，抓断断断子绝孙，再来断，哎呦，这个要小心，这个要小心，哎，断子绝孙，面目全非，来一剑，快走，好，最后一个场景 ，yes， 哇哦。找你，哥们儿，哥们儿啊，是吧？断子绝孙流第一大剑豪，能不能不要一耍帅就死人？这样不好吧？哇哇，大剑大剑，这个不好掩护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呀、啊！你不来、啊，你不来，我去。啊，呀，跟你拼了！我操！呀，我跟你拼了！面，妈的捅我屁股！啊，自己下去了，很好很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人啊，我就喜欢你这种。fuck， 哦，这次硅胶爆炸！啊，此我要这个大剑啊，大剑我要了，大剑贼好用啊，一剑挑飞！呀！没分尸成啊，踩死也行，一剑分尸，一剑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完了吧， 你不行了吧，呀，面目全非，酒一剑分尸，哇，这个大剑用的贼爽，一剑分尸，一剑，哎呀，哎，去啊，我去啊，我去啊，哎我操嘞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我去，我操，我去，我面目全非酒，哎呀，这个飞剑好蠢好蠢，再来，我先走了，哈哈，你慢慢玩吧。 yes， 谁给你打，对不对，能跑还不跑，哦，这是最后一关了吧，感觉啊，哇哦，断断断断断，我飞死你，哎呦，面目全飞脚，面目，啊，你死定了，哎呀，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，好啊，再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呀，倒是，我们稳稳的啊，断子绝孙剑啊，稳稳的干，稳稳的干，再来，我操，大剑，我让你下去吧，丢，不丢的话他是很有优势的啊，他仿佛是在为我演示，丢了也很牛逼是吧，死，哥们儿这脚法啊，熏都熏死你了好吗，操，来断子绝孙，断断子绝孙，断子绝孙，哈哈哈哈，跟我斗啊，走喽，最后一个成段子 fuck， 没关系没关系，看啊，一剑，哎哎哎，我操，他用的是弓，我段子啊，硅胶爆炸，我撤，死，弓不要了，丢掉，拿上剑，哇，直接越过去，不跟你玩啊，看着啊，断断子绝，我操，炸，来来，断子绝孙剑，好，大剑到手啊，拿起来啊，看我看我一剑挑飞，哎，我操我操，断子绝孙剑，再来啊再来啊，看起来不像最后一关啊，看起来应该还有啊，后面，哇，
通关了，耶、yeah! ！哇，全通关了！我操，这他妈也行！这游戏好短啊，好短啊！我觉得它应该是联机的话，应该会更有趣一些吧？啊，好了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次的视频啊！哎呀，联机可能得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比我还弱的弱鸡来打，知道吧？好，那咱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